如果你给我的跟你给别人的是一样的，那我就不要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曾靖华，我在《刻在你心底的名字》饰演的是王伯德 Birdy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浩森，我在《刻在你心底的名字》里面饰演的是张家汉。在电影里大家都叫我阿汉，你们可以叫我汉汉。今天现场要重现一下那个戏里面的一些小桥段，但我们要演跟电影里面不一样的东西。就是我刚刚有跟浩森说，等一下你们就互称为，你叫他汉汉好了啦，因为他刚刚叫我们这样叫他，就是我们要经典，你叫汉汉。好，那你叫他弟弟好了，他是 Birdy。 弟弟吗？对啊，就弟弟啊。 Birdy 啊，不然你叫 Birdy 吗？是弟弟比较好。对，那你就问他那句戏里面那个憨憨没有回答的那句话。来，三二 ，Action！ 憨憨，如果有一天我不见了，你会怎样？如果有一天你不见了，我会带着你给我的勇气，一直努力活下去。好吗？弟弟弟弟不见了就问妈妈弟弟在哪里。你对着镜头讲，不要了。那句话他讲的很有魅力，他真的讲的很好。哎，导播那个记得要两人同框，对对对对，深情的深情的假装看着陈浩森。这台，啊，这一台对观众说，如果你给我的跟你，如果你给我的跟你给别人的是一样的，那我就不要了。那你也说一次啊，没听你说过。那你对 Birdy 说，对，你对着他说，如果你给我的跟别人给我的一样，那我就不要了。讲错词了，再一次。就霸下掉，霸下掉。如果你给我的跟别人给我的一样，那我就不要了，好吗？晚安，晚安。